是逃学，就是泡妞，大家都没有。他们先走，上来。快走，先走。他们先走。裴宇燕，是 A 段班学生，不要一直跟那些放牛班的混在一起。你都是用这种方式追女生的吗？我没追过女生，你是第一个。错是我闯的，我负责，我也负责，我们一起负责。你的条件，你要先找伊那伯，因为他是于浩的妹。燕子，帮我收燕子。他这样算不算黑社会？算。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因为他帅，是因为他让我变得更勇敢、更完整。